整体的造型又更粗，用更粗悍的感觉哦，何况还有选配的这个是拉门关式的哦，车道偏移、防碰撞、定速。真心为您把关 ，SUM 里程保证，我承诺。大家好，我们是民雄的家展车业，我是经理刘佑成，今天为大家介绍一台很帅很帅的车。然后这一台之前我们有介绍过，不过这一次的小改款呢，你可以看到它的外形都不一样。我们先看到头灯，头灯这个很明显，有没有这个日行灯？日行灯变得比较较水，有没有 LED 的比较变得比较好看？之前是一颗一颗的那种感觉，现在呢，我觉得这样子光条式的变得非常好看。那你可以看到头灯，它的头灯这个也是 LED 的，整个造型上我觉得头灯改款的改得还不错。然后你可以看到前面的这个造型，它的有没有防刮材质变多了？整个霸气啊！这种车都是安尼啊，还有一种防刮材质，贼很有男子汉的感觉。你看，从旁边这里看呢、啊，也都有，可以看到这个标就知道它有跟车系统。然后呢，这个是它的全景，所以它前面有镜头的，哦，它的环境的系列，可以看到旁边，旁边一样侧边一看，之前上一代的时候是也没有这个防刮材质，这个车子装上这个防刮材质的样子哦，整体的造型又更粗，用更粗悍的感觉哦，何况。然后我们看一下轮胎，轮胎我记得应该跟上次都是一样的哦，是26560R18，然后它是用黑色的，就没有双色的，但是用黑色的那个感觉。然后很细致的话，你可以看到它这个后视镜啊，它也是黑色的，然后把手也是做黑色的，整个造型上这样黑白的搭配上，嚯、哦，好看，整个感觉哈，质感又来了。然后这边也是，你看这边的防刮材质到这边，你看整个都是好看。然后到了旁边呢，后面的改款就差不多，大同小异。在尾灯上也是做 LED 式的，大小呢都是一样的。你看到？那这个车主呢，还有选配的这个是拉门关式的这个部分。其他呢大致上都是一样。我们可以看到车内空间看，我们看一下有什么不同。来到后座的空间，哎咻。一样可以这个把手上来，哎呦，后座空间上前面是我的位置哦，后面的话要做一个大人，像我这么大的话就是刚刚好而已，头部空间是还够用，不过这个脚的空间上就会比较小，但是这个车子呢本来就是让你载货用，后面的空间会比较大。还有后座出风口，这边还有后座出风口，以及这边挂钩的设计。我们来看中间的中央扶手，还蛮大一个的哈，还放饮料啊，可以去，也是很方便。这黑顶棚的也蛮好看的。好，我们到前面看一下里面的空间。然后来到前面的座位上，前面座位上的改款程度是也都还好，内装是还可以。不过我非常喜欢它这个仪表，哇，这仪表蓝色的指针，帅呢。搭配上这还蛮帅的，好看呢，这还蛮好看的。然后这些系统上有跟车系统，哦，车道偏移、防碰撞、定速，这些系统上都有。那我们这台车呢，2021年的跑了57534公里，然后可以看到旁边这个恒温空调啊，还有这荧幕，这荧幕其实还蛮大的，而且它是有环境，原厂的荧幕上，导航这些 App 上都还不错，你可以看它这个环境，哦，可以看到这个镜头又坏了。其实这台车，最大的通病就是在这个镜头，每一次都会需要，很多车友都说都要回原厂换一个镜头，这是有保护内的，是都还可以。不过这车没什么问题啊，就只有这个镜头常常要换而已。看，然后一些这些配备上，这用起来还不错，速度上还蛮快的。对，恒温空调，然后这边呢还有这个四川的控制，这边锁定力还有下坡。这个就是环境了，对，哦，环境上它就会有，可以看得到。这个呢，哎呦，哇，这里还有电热椅、通风椅，哦，好舒服哦，这通风椅好，很棒，很适合我们台湾的气候。在模式上呢，还有可以选节能模式，还有运动模式，置物空间，其实我觉得这辆车置物空间还蛮大的呢。哦，这样子可以置物，还有两个，这边也可以啊，手套箱啊，手套箱，奇瑞，哦，原厂资料，对吧？哦，加个5呢，哦，这里还有一个嘞，还有一个可以，哦，哇，这里还有冷气，里面还有冷气，哦，这可以放饮料，赞。
空间上真的还不错，强悍的，就还蛮舒适的。老实说，我真的觉得海力士开起来的乘坐啊，跟那个开起来的动态都是还蛮舒适的车，比较不会像太硬，不会太强悍，就是外形很强悍，可是开起来很舒适。嗯，没办法，这个不错。我们来看一下那个引擎的部分。可以看到引擎内部，非常的完整。怎样说完整？连洗都没洗，你看都是灰尘，有点脏。不过这车2021的到现在算干净了，很干净了。等一下，我说啊，那这台的吸气数是2800的柴油涡轮，所以它的动力在205匹，然后扭力比较快，扭力是51公斤米的四传的，然后搭配是六速手排，六速自排了，六速自排自手排。哎呀，所以整体的上还不错。连电池都是新的，哇塞，整体上还蛮不错的。如果喜欢的话，可以来找我们家展试车，还找刘经理来看车、赏车、试车。如果喜欢我们的话，记得帮我们按赞加订阅，谢谢。啊，对了，等一下，我忘了售价了。这台售价其实还蛮优惠的，因为这台车最近都一直在涨，一直在涨。那我们现在店里的售价呢，开价是1288,800。如果喜欢的话，找刘经理优惠给你。好，谢谢，拜拜。哦，你看，我的后镜头又好了，有没有？这真的是好，所以啊，这一台车呢都没什么问题，问题就在这个镜头，这镜头有时候时好时坏的，你看现在又好了 ，OK。实在就是 SUM。